凤凰时尚时装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许魏洲。你能介绍一下你今天这身 look 以及配饰吗？我今天搭配的是Tiffany 2017的新品Hardware， 然后呢它融合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工业精神，还有街头文化，特别时尚。觉得 Tiffany Hardware 这个最新的这个系列，你最喜欢的是这两个单品吗？我觉得都喜欢。像我之前佩戴的那个绒圆嘛，那个高级珠宝，我觉得也特别好看，因为它的那个光照在下面就特别特别亮眼睛。所以你觉得最经典的 Tiffany 首饰是什么？或者你的第一件 Tiffany 的礼物是什么？送给自己的？送给自己的 Tiffany 的戒指吧。所以外表首饰你更喜欢佩戴什么？看穿着，看打扮吧。我觉得因为首饰啊、腕表啊，这些都是加分嘛，整体的一个 look 加分点，所以我觉得还是看整体的搭配。所以你觉得夏天的最适合的一个？夏天的话，其实像平时穿短袖啊什么手链啊，觉得金属质感的手链会比较好一点。我看您前段时间出席了美国德国。嗯，对。那个能分享当晚的感受？非常震撼吧，真的，因为当时去在现场听了那个 Celine Dion 然后唱那个我心永恒，就大家都知道这首歌，然后在现场听了之后，我觉得真的特别感动。以及开场的 Nicki Minaj 还有什么？对，最精彩的就是我喜欢的 Celine Dion。 真的是因为那个场景特别漂亮嘛。嗯，白色的像天使。是是是。父亲节快到了，有想好给爸爸送什么？我爸每次跟我说别送东西给我。其实我觉得有时间的话就多陪陪他吧，啊，这样啊，所以抽空好时间多陪陪他，出去可能旅游啊这样子。然后今年的父亲节呢，我觉得给他个爱的抱抱。所以接下来有什么新的计划可以跟粉丝们分享？我最近呢在录我的新专辑，然后现在呢对新专辑，然后最近呢就是在录歌。我会尽快，然后应该会在8月份把这张新专辑带给大家。新专辑的方向大概是？还是挺多元化的吧，有我一直坚持的摇滚的精神，然后呢会有一些流行歌曲啊、pop 啊、rock 啊、EDM 都会有。非常期待。谢谢。